在晋中北部新定盆地蜿蜒的滹沱河流淌着许多古老的故事和美丽的传说，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的留存见证了这方土地悠久的历史。定襄资源富集，物华天宝，承载着三晋大地的传统文明，积淀着深厚的人文底蕴，成为黄土高原滹沱河畔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定襄县是山西省忻州市所辖，地处山西省北中部，位于太原市以北，忻州地区东南部，是全国乃至亚洲最大的法兰产品生产基地之一，曾被国家授予中国锻造之乡的荣誉称号。走进定襄，绿满山川，群山环抱，四水贯流，交通便捷，四通八达。86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22万定襄人民正满怀豪情，书写着创建省级园林县城的崭新篇章。近年来，定襄县委县政府积极发展新型产业，加大城市绿化建设，响亮提出了创建省级园林县城的重大决策，明确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和创建措施，制定了定襄县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实施方案，设立创建省级园林县城工作领导组，出台了定襄县城市绿化实施办法，为使创建园林县城深入人心，充分发挥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与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体加强宣传推广力度，在全县营造出人人参与、各个出力的良好氛围，力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创建景色宜人、绿树成荫的生态型园林式的宜居县城。在创建省级园林县城过程中，定襄县认真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和绿地规划内容，形成了青山环绕、碧水交融的图景，凸显出水在城中、城在山中、人在山水中的园林城市特色。道路绿化严格标准，完成了西大街、北大街、定宏路、靖昌大街、木马河街等街道进行全面改造，补植补栽，全方位大力度打造机场路、环城路绿化工程。环城路总规划建设面积约120,500平方米，其中总绿化面积98,241平方米，分18个区域，每个区域根据现场地形进行栽植，实现绿化效果最大化，将绿化功能与交通功能相结合，使景观充分发挥多功能优势。机场路绿化面积849,800平方米，在工作中充分利用现有地势及现有资源，在保护庄稼地灌溉、河流、排水沟渠的前提下，根据现有地形合理规划，按照绿化设计规格开挖树穴，选用优质树苗，选用适宜本地气候的樟子松、国槐、金叶榆、华北卫毛球、草坪、紫波花卉等材料进行合理搭配。树木定植后，依据所在位置以及现场情况进行修剪整理，生物防治、浇水养护，达到景观设计要求，使景观绿化带充分隔离交通车辆，减少噪声污染，
改善交通环境，设立文化墙，使造景与文化宣传合理搭配，形成步步有景、井井有绿的城市道路绿化新格局。漫步在城区街道中，随处可以看到花成片、绿成带、树成林的景象。公园和广场作为公民休憩和游玩的主要场所，也是城市绿化的重中之重。为扩大城区绿化，定襄县着力改建文化广场、体卫广场，大幅提升城市人均公园绿地指标，以滹沱河、木马河两大自然景观为背景，精心打造木马河水系公园和滹沱河森林公园，新增公园绿地29.75公顷，对古城墙周边50米范围实行全面绿化覆盖，对县城内的古树名木实施间档挂牌保护，建设了灵荫停车场，真正做到市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远，将原有的金鼎广场、和谐园、桃园居、春晓园、光明桥绿地、森林公园、定中学府公园、秀水游园等城区14个街头小游园进行品质提升、形象提升、功能提升以及文化提升。如今遍布城中大大小小的游园、公园、广场，犹如一颗颗绿色的宝石，合理搭配的植被错落有致，绿化硬化相依相偎，绿地系统规划的浑然一体，一个个环境优美、秩序优良、服务优质、设施完好的游园广场按时向市民开放，满足城市居民休憩、观赏及文化娱乐活动的需求，成为居民的精神所依。单位庭院和居住区绿化作为城市绿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文明程度、文化品位和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按照实施绿色图章规划标准，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园林小区、园林单位、园林道路、星级公厕的创建活动，采取拆微建绿、见缝插绿、垂直挂绿、挖潜补绿等措施，加大绿化覆盖面积，凡裸露黄土的地方都必须覆盖，使单位庭院、小区绿化水平有显著提升。如今的定襄县城，花繁树茂，草密，遍布城中大大小小的绿地，景观令人赏心悦目，绿树掩映的小区风景如画。目前按照园林绿化标准建成的单位有县政府、交警队、财政局、天宝集团、定襄一中、一波中学。按照园林绿化标准建成的小区有虹桥绿洲小区、移民小区、乡苑一期等5个小区，开窗可见绿，出门可踏青，鸟语花香，四季如春，为居民提供了绿色、生态、景色宜人的生活工作环境。截至2016年底，定襄县555公顷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8%，绿地率达到3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原有的4.81平方米，提高到现在的每人13.31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80%，
现在做到居民出行300米，有200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出行500米，有2000平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道路绿化普及率达到91%，所有新建改建项目附属绿化建设达标审批是100%，全面落实建筑节能减排，执行供热分户计量，供热计量比例25.82%，扎实推进节能建筑应用，建成了一批智能、节能、环保的现代化建筑，节能建筑比例达57.96%。对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处理率92%，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6%，县城建成区管网水检验项目合格率98%，公共供水用水普及率98.3%，城市道路完好率98%，城市路灯亮灯率99%，规范了户外广告设置，空气污染指数小于或等于100的天数达到263天，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小于56分贝，充分利用现有自然资源，加大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一个功能完善、环境优美、服务优质的生态园林县城已经展现在人们面前。勤劳勇敢的定襄县人民，解放思想，坚定信心，按照省级园林县城建设标准建设园林城市。通过省级园林县城建设，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定襄如今已是蓝天、碧水、景美、人和的生态之城、绿色魅力之城，成为一个生机盎然、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的美丽新定襄。